我理想的音乐是在我的掌控当中，可以收放自如。我要让全世界以后都听到我的音乐。醒醒，那如果以后我当了经纪人，我捧你。苏欣宇是现在所有姑娘的梦中情人呢。女人第六感最强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有人。逢场作戏，别太认真。你跟他一块工作，会不会爱上他？你知道我们做经纪人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爱护自己的艺人，全心全意地辅佐他。但是有一点不能碰。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结果。你现在跟我说你要放弃。